繁华的城市街头，这个1米6的女孩正驮着一具尸体艰难的走着，路人们纷纷诧异的望着他们，误以为是男朋友喝醉了。而这具尸体正是韩国的当红男明星。就在刚刚，女孩醉酒后本想教训一下经常刁难她的公司主管，没想到无意间杀死了男明星江俊赫。女孩吓傻了，急忙逃离现场，却在慌乱中绊倒。她发现自己的工作正落在了案发现场，无奈之下，她只能返回。就在这时，一个醉酒的大叔挡住了去路，询问这里是什么情况。 需不需要帮助？此时的严叔已经紧张的语无伦次，他趁大叔回头抱紧时，赶紧背着俊赫离开了这里。就这样，1米6的他艰难的驮着1米8的俊赫走上街头，路人们纷纷诧异的望着这对奇葩组合。这时有路人发现他背上的男人有点眼熟，唐俊耀，严叔连忙给俊赫脸上套上了塑料袋，还迷惑般的说：“但没走多远，严叔就发现了远处驶来的警车，吓得他赶紧掉头往回走。 可这时警察已经发现了路边的他，热心的警察当即放慢车速询问严叔是否需要帮助。严叔假装听不见，强装镇定的继续赶路。没想到警车又上前拦住了他，并表示可以免费载他一程。严叔惊慌的说自己可以打出租车的，不用麻烦警察叔叔。但热心的警察却仍然坚持，接着两人就准备下车帮忙。就这样，倒霉的严叔带着尸体坐上了警车，回家路上。 车辆震得尸体一晃一晃的，严叔反应过来解释说自己和男友发生了不快，所以今天才喝酒，好在是虚惊一场。但这也把严叔吓得出了一身冷汗。警察还以为他很热，贴心的打开了车窗通风，没想到一阵风吹来，直接将尸体上的塑料袋吹走了。这下子完了，严叔大惊失色，急忙用手捂住俊赫的嘴，解释说怕男朋友会吐在车上。这时警察们也注意到了俊赫。 唐俊耀，来，警察让女孩休息一下，等到了目的地就叫她。接着他们打开广播，没想到电台里正在进行明星访谈节目，要求俊赫的发小直播与俊赫电话联络。严叔吓得一惊，赶忙翻找俊赫的手机。这时广播里的呼叫声和车内的铃声同时响起，警察也疑惑地回头看向后座。严叔急忙挂断了电话，广播里的呼叫声也同时停止。警察这下子更疑惑了，严叔连忙假装是伯母打来的电话。 接着便尴尬的笑了笑，哇，难道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为防止外人再次联系，严叔将俊赫的手机扔出了窗外，一路有惊无险。严叔终于下了车，但心里有鬼的他还是被车站两旁的广告牌吓得够呛。终于，严叔凭借坚强的意志，佝偻着身子一步一步将尸体背回了家中阳台。就在他觉得一切都结束时，邻居的声音突然传来：“女性机。” 严叔找了个借口搪塞了过去，问对方有什么事吗？原来是邻居今天好心帮他收了衣服，但作为报酬穿走了他粉红色的袜子，现在是非常时刻。严叔也不想计较那么多，催促邻居赶紧离开。没想到邻居走到楼梯口时突然停了下来，接着他回头慢慢靠近，指向一旁的男人：“三千万주면양말안입혀줄게”。看着对方终于离开了，严叔立马长舒一口气。接着他利用仅存的力气将尸体拖回家中。 在将尸体放置在卫生间后，早已累瘫的女人昏昏沉沉的席地而睡。第二天一早，严叔迷迷糊糊的睁开双眼，回想起昨晚的经历，他顿时清醒过来。他打开卫生间，发现尸体已经不见了。反应过来的他以为昨晚发生的事只是一场梦，庆幸自己没有杀人。就在这时，昨晚的警察从身后出现，他们严肃的表示要以杀害明星江俊赫的罪名逮捕他。与此同时，众多特种兵夺门而入，众多红点瞄着严叔，让他不敢轻举妄动。 严叔当场就被吓傻，急忙解释挣扎，还好刚刚的一切都是梦。昨天搬回家的尸体仍在卫生间，自己昨晚真的杀了人。想到自己大好的青春年华还没有享受，严叔忍不住伤心哭了起来。经过一番深思熟虑，严叔为俊赫做了一场隆重的超度仪式。完事后，严叔盖上白布，准备处理尸体。接着他开始上网查找如何完美处理尸体的方法，当然方法那是乱七八糟，他是既紧张又害怕，但还是拿日记本一一记录了下来。 他认真看了其中最普遍的三种方法：第一种是将尸体深深掩埋，但自己没车运输，只能放弃；第二种是抛尸大海，可同样自己没有船，没办法，只能拿电锯大卸八块。但想到那血腥的画面，还是打了退堂鼓。毕竟自己还是个可爱的女孩子，随即打消了那个念头。最后，严叔选择用硫酸来处理尸体，这样既保险又省事。很快，严叔武装好自己，开始在卫生间调试各种药剂，一切准备就绪。 可就在他回厕所搬运尸体时，意外发生了。他发现俊赫的尸体不见了。严叔急忙跑出客厅寻找，突然一只手搭在他的肩膀。不会难道？俊赫被吓得仓皇逃窜，开门直接溜了出去。
结果没跑两步就再次晕死了过去。原来是邻居听到严叔房间的惨叫声，以为是遇到了小偷。看清楚被打之人原来是严叔的表哥，他本想赶紧掏出手机叫救护车，却被严叔及时制止。随即俊赫再次被粗暴的拖回屋内，而邻居看着他的异常举动，好像察觉到了什么。回到房间的严叔躲在一边默默的庆幸俊赫还活着。这时俊赫也重新苏醒了过来，此时的脑袋猛地不行。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人绑在这里，他隐约想起昨晚被一个女人在胡同里敲了闷棍，看到远处的女绑架犯，他以为对方是自己的疯狂粉丝，因为痴迷自己才会绑架。他好言相劝，表示自己可以理解，毕竟以前粉丝就这样做过类似的事。可也不能丧心病狂的绑架他。严叔急忙解释自己不是绑架犯，只是那天喝酒本来要打领导打错了人而已。听到这，俊赫以为这是个疯女人，开始大声呼救。为了不让对方乱叫，被邻居听到，他将自己穿了三天的臭袜子塞进了对方嘴里。 看到对方冷静下来后，两人开始进行第一次谈判。俊赫问严叔为什么将他打了不去医院，而是带到这里。严叔心想，肯定不能让对方知道自己杀死他的真相，就解释说自己因为受到惊吓，十分害怕被抓走，才会犯下这个错误。俊赫也相信了他，并表示自己会选择原谅，不会报警抓他的。严叔有点不敢相信对方这么放过自己，再次询问会不会问他要治疗费或者精神损失费。俊赫无语了。 自己堂堂韩国顶流明星会这么斤斤计较吗？两人终于冰释前嫌，严叔当即准备拿剪刀为俊赫松绑，却无意间露出了藏在箱子里的作案工具。再看到倒在地板的硫酸后，俊赫脸都绿了，眼前这个女人绝对不简单。严叔也感觉自己解释不清了，自己这时候给这个男人松绑不太合适，他无奈的走向俊赫，重新将臭袜子塞回对方嘴里。随后，严叔焦急的在一旁想办法。俊赫看着面前这个女人，终于判定对方是个神经病，自己目前只能徐徐图之。 不能再刺激对方，逃跑的时机一定可以等到了。而另一边，俊赫所在的经纪公司终于发现了他的消失，但为了不影响俊赫的名声，选择了隐瞒，利用媒体称俊赫只是由于工作劳累暂时休养。警察老普却通过案发现场的蛛丝马迹推测出俊赫的失踪。接着在街道附近的监控里发现了驮着俊赫的严叔。房间内，严叔正思考着怎么办时，一阵敲门声响起。严叔小心的来到门外，原来是邻居知道表哥在家过来送生菜。 顺便想蹭吃蹭喝，严叔告诉邻居今天招待表哥只吃泡面，对方又把生菜收了回去。心里有鬼的严叔随即匆忙送走了邻居。正当邻居失落的准备离开时，突然看到报纸上报道着明星将俊赫因疲劳休养的消息，而严叔表哥的样子居然和对方一模一样。回到屋内的严叔还忍不住向俊赫抱怨道：“看到严叔关了音乐，俊赫忍不住想要说谎，说严叔纯粹是说谎，明明是有预谋的绑架。” 严叔不明所以，他问严叔那个叫阿里的共犯在哪。严叔一脸嫌弃的给这个没见过世面的明星解释这是人工智能，他无所不能有求必应。严叔随即便朝里屋走去。俊赫仿佛发现了逃跑的生机，趁严叔不在生疏的朝阿里说道：“阿里啊，隔天严叔出门的时候被邻居堵在了门口，他问严叔家里为什么会住着明星。” 严叔随便搪塞了几句，便匆匆赶往了公司。原来他是来公司送自己工作证的，慌慌张张的连私人物品都不要了。而邻居则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悄悄进了严叔屋内。俊赫看到有人来了，止不住的兴奋，自己终于得救了。邻居拿下俊赫嘴里的臭袜子，询问他是不是江俊赫。俊赫连忙承认了自己的身份，看到对方仍有疑惑，他急忙说出一大堆自己在演艺生涯上的成就。虽然邻居对俊赫的身份有些怀疑，但还是帮忙解开了脚上的绳子。 恢复自由的他开心的像个猴子，迫不及待的逃出屋内，享受外面久违的阳光。就在这时，严叔回来了。俊赫告诉邻居，这个女人就是绑架他的人。哪知邻居勾肩搭背的说道：“我爸爸是砍人。”原来严叔在出门时向邻居撒了个谎，称自己表哥患有精神智障病，每天幻想着自己是明星江俊赫，甚至不惜整容成对方的样子。现如今对他五花大绑，就是为了少打点官司，不然老是出去说自己是大明星江俊赫。没想到邻居竟然相信了严叔的话。 再加上俊赫这么健壮，怎么可能被女人绑架？随后两人再次将俊赫绑回了屋内，为防止俊赫逃脱，邻居还贴心的教严叔怎么把绳子捆得更结实。俊赫也是被身后这两人气的笑了。严叔也再次把他的臭袜子塞进了俊赫嘴里，不过这次换了个味道。晚上，严叔请俊赫吃晚饭，没想到俊赫却恐吓严叔：“哦，杀人未遂，性侵、诱拐、납치、폭행。哎呀，너죽을때까지교도소에서살아야 돼。” 这么一说，把严叔都吓哭了。他尝试着和俊赫谈判，看能不能通融一下酌情处理，但俊赫始终觉得对方是演戏给他看的，绝不低头。深夜，俊赫趁严叔睡觉的时候，利用嘴巴弄到了桌上的剪刀，然后剪断了所有的绳子。
接着，他蹑手蹑脚地准备逃离。就在他快要成功时，桌子上的铃声突然响起，一下子惊醒了沉睡的颜叔。两人四目相对，颜叔赶紧起身问对方干啥去。而没了绳子的束缚，俊赫完全不把颜叔放在眼里。上去就想教训对方，没想到颜叔曾是多届摔跤冠军得主。他轻轻提住俊赫的裤子，就像小鸡一般把对方扔出，随后狠狠砸在了货架上，晕死了过去。颜叔为此还挺自豪的。 但他很快发现自己又闯祸了，他急忙上前呼喊对方，却没反应。接着他把手指放到俊赫鼻子前查看情况，却发现对方没了呼吸，真是倒霉到家了。第二天，颜叔就将俊赫的尸体搬到野外准备掩埋，他一边比划一边挖坑，很快坑就挖好了。但就在他准备填坑时，俊赫突然醒了过来。颜叔回头的时候，发现对方有清醒的迹象，一想到俊赫昨晚威胁他坐牢的事，颜叔就有些心慌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手里的动作更加迅速，俊赫被泥土打得晕头转向的。 慌乱中，俊赫伸出手抓住颜叔的脚，颜叔被吓得停止了手中的动作。俊赫生气的想找对方算账，但回想到昨天自己被对方轻描淡写扔飞的惨状，还是算了。他松开手，找了个借口，急忙逃走了。真不知道这样的智商怎么当上大明星的。不出意料，俊赫再次被颜叔绑回了家中。 醒来的他看着周围熟悉的环境，顶着鼻青脸肿的脸对颜叔说道：“别理别讲了，这打的恐怖很高的。”俊赫害怕的问颜叔：“这次是不是真的动了杀机？”颜叔解释说：“他以为俊赫真的死了，昨晚摸他鼻子却没有呼吸。”俊赫幽怨的说：“那是因为自己最近有遗言，没办法，只能用嘴炮呼吸。”接着他再次劝颜叔放了他，毕竟自己堂堂韩国顶流大明星，失踪这么久，大家肯定不会袖手旁观，说不定经纪公司早就报警了，但下一秒就被打脸了。 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，俊赫顿时觉得自己逃脱无望。晚上，邻居到家里来做客，原来他觉得绳子绑着表哥不是很踏实，贴心的带来了豪华套装大铁链。隔天，颜叔上网查找绑架犯的相关法律，结果发现像自己这种情况会面临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700万元的经济处罚。颜叔此时也头大的不行，放了俊赫，对方肯定会报警，不放他把男不成活到老待到老。突然，他从网上找到了一个好方法。 那就是让对方爱上自己，这样自己就不是绑架犯了，也能获得对方的原谅。而此时的俊赫也在挣扎的想要逃跑，两人同时想到让对方爱上自己，于是颜叔来到服装店挑选了一身最性感的红色礼服，而俊赫也在家中尝试着各种姿势，想办法用自己最迷人的身姿吸引住对方。突然，门外伸进一双笔直的大长腿，接着颜叔摆着性感迷人的姿势出现在门口，俊赫被对方的造型吓了一跳，为了缓解尴尬的气氛。 颜叔拿着手里的红酒畅饮一口，看着面前这个女人，俊赫为了逃走，还是决定牺牲色相。就这样，一个为了取得对方原谅，故意搔首弄姿；一个为了让绑匪放过他，故意展现自己独特的魅力。随着两人越靠越近，就在最后关键时刻，颜叔却怂了。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，他借口说好热去开窗户，结果一个不小心直接把窗户给掰开了，自己也差点掉下去。而身后的俊赫看到这一幕，直呼辣眼睛。眼看颜叔快要掉下去。 没办法，俊赫只能吃点亏，用脚将对方救下来。经过这件事，颜叔被吓得不轻，俊赫也告诉他，不要想诱惑他，他可是顶流明星，连全智贤、宋慧乔都和他演过戏，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？颜叔觉得十分丢人，赶忙回到里屋。这时，从邻居口中得知，像自己这种穷人，稍微有点钱也可以在越南生活得很富裕。为了不坐牢，自己唯一的生路就是移民他国了。但目前自己的存款还有点差距，他必须尽快在6个月之内攒够2个人500万元的生活费。 于是他来到俊赫面前，一脸娇羞的说道：“契约期限呢？”颜叔承诺只要6个月期限一到就放他离开。俊赫一听愣住，但考虑到对方的武力值，还是决定答应。就这样，两人相互和解。经过讨价还价，两人协商将合约期限缩减为了3个月。颜叔盘算着在这3个月内攒够钱，然后就远赴越南。俊赫则是假意签下条约，让颜叔放松警惕。为了表示诚意，俊赫让颜叔帮他解开手上的束缚。 颜叔想想那场景都觉得可怕，无奈只能同意，但没想到是可忍孰不可忍，俊赫趁着颜叔转身的瞬间朝颜叔狠狠砸下去。不料被对方一只手挡住，接着又被一记重拳击飞。面对颜叔的淫威，俊赫乖巧的像个小兔子。老老实实的签下了这份不平等合约。然而就在拿印泥按手印的时候，就这样两人各怀鬼胎的握手言和。不过作为大明星，俊赫要求颜叔必须按照合约满足自己的生活水准。 而第一件事就是帮自己买身换洗的衣服，因为他以前从来不会穿同样的衣服超过2天，现在身上臭死了。颜叔为了省钱，将邻居大叔要扔的衣服带回家中，俊赫嫌弃的拒绝穿这种乞丐装，并随即说了一个品牌的衣服，还说这是最廉价的。哪知颜叔上网一查，吓傻了，一条运动裤就要150万元，自己怎么能花这种冤枉钱？
但突然俊赫指着墙上的合约说道，乙方必须无条件满足甲方的衣食住行。这下严叔终于自食苦果了，无奈的他只能极不情愿的来到服装店买下衣服。到了晚上，俊赫面对严叔准备的丰盛晚餐很是不满，对于面前这个女人来说，自己的生活就是天堂。说着他就带严叔走进他的日常生活，气愤的严叔只能拿俊赫的衣服撒气。他尝试让自己冷静下来，安慰自己三个月马上就过去了，到时候老死不相往来。于是第二天严叔就开始了自己的兼职工作，上午去洗车店工作，中午去广场上办完偶发传单，下午则去满是臭味的公共厕所当保洁。辛苦了一天，回到家还要支付聘请邻居看管俊赫的费用。还没有休息片刻，俊赫又要求他去超市购买自己想吃的食品，乃至随意购买了一些。一天的薪资不但消耗殆尽，甚至还倒欠了几十万韩元，这下子把严叔的黑眼圈都给愁出来了。现在不说存钱，连维持日常都做不到。晚上严叔好不容易将牛排做熟放到俊赫面前让他品尝，没想到俊赫却因为不合口味将其倒入了垃圾桶。看着自己辛辛苦苦的成果被否定，严叔再也忍不住将心里的话发泄了出来，但俊赫的话却伤透了他的心。严叔越想越气，拿起厨房的刀似乎下定了决心。他随后来到熟睡的俊赫身旁，女人趁着男人睡着后一刀插下去。严叔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和大明星签订的互相信任条约会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糟，不仅每天为满足俊赫的生活质量导致存款到欠几十万，还得像保姆一样在衣食住行上照顾对方，甚至因为一点口味不合适就遭到训斥。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三个月哪能攒够去越南生活的钱，无奈只能乖乖回到广告公司上班。而俊赫在家也一直在等待机会逃跑。这天俊赫趁严叔不再趴在窗边向邻居求救，看着眼前这个一本正经的男人，邻居面无表情，内心毫无波澜，因为他确定对方神经有些问题，随即便不再搭理对方。一计不成，俊赫又生一计，他尝试让邻居相信自己真的是大明星，哪知眼见对方比自己这个原唱还厉害，俊赫也不好意思再喋喋不休了。第二天，刑警老朴通过调查终于锁定了俊赫消失的地点，并找到了严叔的地址。原来是邻居在便利店买东西时将其带了过来。严叔一听对方是刑警吓傻了，自己房间里正绑架着大明星呢，一旦被发现就完了。而房间里的俊赫听到后连忙大声呼喊，突然他又意识到现在自己的窘状，要是这个样子出去肯定会上新闻，到时候自己的演艺事业就结束了。他连忙拿起一条裤子。而刑警老朴听到动静来到屋内查看，却正好错过摔晕在角落的俊赫，眼见没有发现什么异常，老朴这才离开。而不久后俊赫从昏迷中醒来，他发现严叔正拿着卷尺在自己身上比划。原来严叔在送走老朴后意识到这里已经不安全，他准备搬家。这时俊赫大气的劝道，表示不用这么麻烦，现在去自首自己可以不追究他责任的。严叔一听喜出望外，拿出电话试探俊赫，没想到刚一拨通电话，严叔知道俊赫不怀好心思，这次正是趁机试探一下，没办法只能搬家，可昂贵的房租让他无法承担。脑海中两个小人帮忙想办法，突然严叔灵机一动，他决定让俊赫给经纪公司写一封信证明自己安全的信，却没想到俊赫耍小聪明，在信件里写了藏头诗，却被机智的严叔一眼识破。终于写好信件后，严叔趁机偷偷潜入对方所在的艺人公司，在将信封放好时，却意外撞见了另一位艺人，好在对方没有发现他的动作，只把他当成疯狂的粉丝放走了。而公司在收到俊赫的平安信后，当即召开媒体发布会，表示俊赫目前正在休养而不是失踪。严叔看到消息后长舒一口气，俊赫则无语又无奈，一副生无可恋的表情，每天最多的活动就是脚上绑着铁链在天台放风，并趁机观察四周情况等待时机逃跑。这个大明星为了能够顺利逃离魔爪，一有时间就从邻居口中套取数字信息，但不管他怎么尝试，锁链的密码始终不对。而严叔这边通过一段时间对俊赫的伺候，已经把他的生活习惯摸得一清二楚，并误打误撞地加入了俊赫的粉丝团。其他粉丝问他迷上了俊赫欧巴哪方面的魅力时，严叔却一回想起来就浑身打颤。好不容易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，严叔发现坏了的玻璃窗已经被俊赫修好，更是贴心地将牛骨汤递给他喝，因为他看出严叔是个喜欢硬撑的人，现在生病了一直强撑着会把病耽的了。听到俊赫的安慰，严叔也有些感动了。深夜俊赫趁严叔睡着后开始了自己的逃跑计划，他从9999开始一个数一个数的试密码，就在他准备放弃时锁开了，密码是40。随后俊赫蹑手蹑脚的准备逃离，却发现此时严叔的状态有些不对，一摸额头发现正在发高烧。俊赫犹豫再三，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并没有立即逃走，而是化身保姆对严叔细心照顾。他也感觉自己疯了，
居然不逃跑，而是看护绑架自己的劫匪，一夜昏昏沉沉的过去。严叔醒来，看到俊赫的所作所为，很是感动。他不解地问俊赫为什么没逃跑。然而就在严叔出去上班的时候，俊赫逃跑的心思又活络了起来，因为他已经知道了密码，逃跑路线也早已规划好了。当严叔回来时，发现出大事，房间内空无一人，他急忙跑出去寻找俊赫。而此时的俊赫已经跑到了最近的派出所旁，胜利就在眼前。 俊赫高兴的语无伦次，突然一个黑影窜出来，将他扑到一边。原来是严叔及时赶到，俊赫见状大声呼喊救命，眼见一辆警车缓缓驶来，情急之下，严叔抱住大喊的俊赫一口吻了上去，场面瞬间安静。俊赫也傻眼了，自己的初吻竟然被眼前这个女人夺走了。心不在焉的俊赫再次被严叔拉回家，铁链套餐安排上。作为这次俊赫逃跑的惩罚，严叔规定以后俊赫将不再享有天台放风的时间，每天锁链的密码还会更改。 由于白天发生事太过突然，严叔和俊赫晚上一直胡思乱想睡不着，但俊赫坚信机会还会有的。第二天，邻居来家里串门，俊赫发现对方竟然穿着自己的名牌裤子，严叔大惊失色，急忙解释自己售卖裤子的苦衷。为了表达歉意，严叔同意了俊赫提出每天观看3小时电视的请求，但万万没想到，被砸了无数次的大明星在经历3个小时的佛教洗礼后再次被砸晕了过去。 但幸好还是成功回忆起了被严叔第一次砸晕之前所发生的事。而那个人就是与他同在一个艺人公司的米勒。与此同时，严叔所在的广告公司迎来了俊赫所在公司的合作。严叔见到米勒后慌得不行，因为自己当初送信的时候曾被对方看到过。米勒见对方行为鬼鬼祟祟，上前询问，发现是俊赫的粉丝。严叔见躲不过去，匆忙离开。而米勒却拿出了口袋中的照片，若有所思。工作的压力让严叔忍不住直叹气。 自己这样下去还没到越南就穷死，俊赫本想趁对方不注意拿手机报警。原来是房东打来的催房租电话，俊赫从旁边无意间听到了严叔的难处，眼前这个女人竟然开始面临交不起房租的境地。他热心地提出借钱给严叔，很快严叔乔装打扮一番，拿着俊赫的银行卡鬼鬼祟祟地来到取款机旁，想到自己的账户马上就能有1元的巨款。 严叔激动的压抑不住内心，但没想到俊赫交给他的卡内竟然没钱，这可把严叔气炸了。他以为俊赫是故意戏弄自己，不然怎么会好心借自己这么多钱呢？卡内余额为零，比自己还穷。这时，严叔从邻居口中得知对方计划要搬走了，为了防止俊赫被其他人发现，他主动挽留对方，并承担起了对方的房租，自己是有苦难言，还不如喝酒喝死算了，反正这日子没法过。 第二天，严叔精心打扮一番，端上美食准备再次挽留一下邻居，但一旁的俊赫看了觉得有些不忍直视。严叔现在的打扮整体来说更像是一场灾难，自己只能以大明星的审美眼光对严叔进行改造。第二步以化妆打扮漂亮，第三步搭配自己独有的美丽姿势。一切准备就绪，严叔信心满满的出发了。 严叔时刻铭记俊赫说的要露出自己的左脸吸引对方，但邻居的态度却不冷不热。严叔垂头丧气的返回，自己的刻意打扮竟然一点用处没有。但让他没想的是，第二天上班的时候，平常经常训斥自己的同事竟然破天荒的开始关心自己，连与艺人公司合作对接的工作也落到了自己头上。邻居也在这时表示不搬走了。严叔开心坏了，俊赫为自己定制的美人塑造法竟然真的起作用了，这让严叔对俊赫有点刮目相看。 看着眼前这个不一样的女绑匪，俊赫内心突然有了一丝悸动。突然，手机铃声响起，严叔吓得直接站了起来。原来是妈妈打来说要看望自己的电话，他还有15分钟就到了。严叔慌了，急忙想办法把俊赫藏起来。眼看时间不多了，严叔只能用尽全力将俊赫拖走，让邻居帮忙照看。俊赫本想趁机大声呼喊救命，没想到邻居人狠话不多。俊赫意识到自己如果再大声叫， 对方肯定会把臭袜子或者内裤塞进嘴里，只能乖乖闭嘴。这时，俊赫想邻居应该不会像严叔那么变态，自己的武力值可以制服对方，却不料当场被吓了一跳。严叔妈妈在看到女儿生活无恙后，决定回乡下，毕竟家里还有许多事等着她。在依依不舍地送走妈妈后，严叔坐在屋内暗自神伤。俊赫见严叔哭得越来越伤心，只能将其抱在怀中安慰。没想到严叔妈妈突然折返回了家中。 并看到了眼前这不可思议的一幕，妈妈认出了男人正是大明星江俊赫，吓得连退3步，脑袋直接宕机。反应过来后，母女二人又重新将俊赫绑了起来。他在屋外质问严叔：“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”你宕机呀？我、哦。
他急忙拉着严叔回到屋内证实，俊赫看着惊慌失措的严叔，一时间心软。严叔没想到俊赫会帮自己隐瞒，但还是先将母亲请出屋外。到了屋外，严叔妈妈还是难以接受这个事实。再次询问，得到肯定后，惊讶的手舞足蹈，自己的女儿竟然和大明星成了男女朋友。严叔在一旁苦笑。 却不敢把事实告诉老妈，这时他发现邻居正站在阳台上，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。严叔送走妈妈后，连忙来到邻居家中，想跟对方解释自己是有苦衷才会骗对方的，但邻居很失望，并不想理他。就在他转身离开时，就这样，两个人都变成了阶下囚，而严叔要赶着去上班，怕他们无聊，还贴心的打开了电视机。等严叔离开后。 俊赫语重心长地教导邻居，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受害者，在这里待着也没什么，只要和严叔签订一份互相信任合约，不但不用上班，每日三餐还能吃最豪华的。邻居此时内心毫无波澜，只是叫俊赫看电视，因为里面正播报着他马上要结婚的消息，这让俊赫十分愤怒。自己这个当事人没同意，怎么就结婚了？而且一人一旦结婚，会对事业产生巨大的影响。他连忙想和邻居合作，解开绳索，出去澄清事实。好不容易用牙齿帮对方解开绳子。 邻居却没有帮他解绑，而是选择直接离开。紧接着他来到一处警局，在尴尬中，他疯狂地窜出了警局。 这时敲门声响起，严叔吓得惊慌失措，以为是警察找上了门，他急忙拿起遥控器挟持俊赫当人质，但没想到是邻居重新回来。严叔十分诧异，本以为对方会带着警察一起找上门，没想到邻居居然没报警。原来邻居认为自己帮忙看管过俊赫，也算是共犯，决定和严叔一起隐瞒事实，这把俊赫差点气出心脏病，大骂邻居是个叛徒。这个大明星被人绑架，为防止他再次逃跑，每天需要男人给他更换脚上锁链的密码。 这天，大明星无意间瞟见了身后的奖杯，他趁着眼前男人不注意，拿起奖杯狠狠朝脑袋砸了下去，然后拎着大雨跑出这个囚禁自己好多天的地方，正好与乘坐公交回家的严叔擦肩而过。回到家后，俊赫拿起手机拨通了报警电话，而另一边，严叔回到家后，看到了地上损坏的锁链和瘫坐地上的邻居，内心一阵慌乱，千算万算还是被俊赫逃走了。他连忙想出去寻找，但邻居却一把拉住了他，原来俊赫其实是他故意放走的。 就在前一天晚上，俊赫察觉出他喜欢严叔，随即就以不成为严叔的负担，拉垮他生活质量为由，请邻居放了他。毕竟以自己的消费水平，严叔根本负担不起，而且每天提心吊胆也不是长久之计。而且他还保证回去自己不会报警了。而此时拨通了报警电话的俊赫，却突然看到脚上的袜子，他想起自己在严叔那里睡不着觉的时候，严叔爬起床替他穿袜子的场景，说这样就能安然入睡。虽然当时嘴硬很嫌弃。 但是效果确实挺管用，一下子就能入睡，笑出猪叫声。回想到这俊赫心软，他没有选择报警，随后他打电话和自己公司的老板见了一面。面对对方的关心和责问，他心不在焉的敷衍了几句后，就让对方走人。但没注意的是，老板此时的神情有些意味深长。与此同时，在家的严叔正忧心忡忡地收拾衣服，准备去自首。在临走前，严叔尝了尝平日里俊赫经常吃的牛排，你还别说，这种牛排贵是贵，但确实好吃。 当天夜里，俊赫在冰箱拿水时，回想起了和严叔相处的点点滴滴。这时，一个神秘人突然从背后袭击，他一把打掉敌人的武器，却被对方的还击下撞到了冰箱，接着又被对方按住头，狠狠地砸向桌子。而这一刻，他的脑子里突然恢复了一些那晚被袭击的记忆。当天，他就是和自己的好友米勒喝完酒后，刚出门就被人偷袭，他跌跌撞撞地走到巷子，又误打误撞地遇到严叔，被对方用高跟鞋打晕了过去。 在昏迷之前，他看见了站在巷尾的神秘人。俊赫回过神来，刚想逃跑，神秘人已经捡起了地上的匕首，接着捅向了他的腹部。俊赫吃痛之下，借助桌子上的蜡烛进行回击后逃跑。而此时，严叔已经做好了自首的准备，正在跟邻居做最后的告别。突然，俊赫浑身是血的出现了。严叔和邻居急忙将身受重伤的俊赫送往医院，还好没有生命危险。这时，俊赫将刚刚发生的事情娓娓道来，而严叔也发现，原来自己并不是杀人凶手。 自己当时带走俊赫，还阴差阳错的救了他。为了躲避风头，俊赫只能借住在严叔家中。严叔也没有嫌弃，开始照顾对方。但想起曾经俊赫和自己相处的点滴，严叔气得牙痒痒。
我断抓住这个机会，从对方身上报复回来。本以为只有几个排查名单，结果杨洋洒洒写满一个本子。由于俊赫昨天逃跑，导致两人的合约失效，而严叔得知自己不是杀人凶手，心里也没了负担，顿时和俊赫说话有了底气。寄人篱下的俊赫只能每天开始擦地、打扫家里、买菜、做饭，也成了他的事。而在这天，俊赫乔装打扮，买完米回家。 却意外撞见公司一人米勒从严叔家中出来，他顿时心里一惊，假装是来送米的，快速避开了对方。到了晚上，俊赫将怀疑对象放在了米勒身上，因为对方确实有杀他的嫌疑。这时他听到了严叔的惨叫声，原来严叔本计划三个月后跑路的，所以借了很多钱提供俊赫的衣食住行。现在事情有了转机，各种催缴电话全都来了，自己该怎么还钱呢？想到这严叔头都大了，黑眼圈不知不觉的浮现，不得已严叔只能疯狂工作。 连夜赶到，如果丢了唯一的工作，那他的生活将彻底崩溃。这时，俊赫看见严叔从背包里拿出了米勒的相片，他这才知道严叔正在给米勒和公司当中间人，还特意靠近严叔送他回家。俊赫顿时觉得现在待的地方也不安全了，但他心里已经有了一个计划，于是他先让公司老板给自己打了2000万，帮严叔还了贷款，接着又带着严叔搬到租界的别墅中躲避危险。等查出米勒是不是凶手，再决定回不回去。从没住过这么豪华房子的严叔一下子开心坏了。 一脸没见过世面似的四处感受这种有钱人的生活，严叔感觉像是做梦一样。俊赫也像个孩子，竟然把让他出丑的阿里只能音响买回了家。随后，俊赫找到记者宣布自己要退出娱乐圈，不过他还会再接最后一次广告，抢走米勒与严叔所在公司的合作。而米勒知道这个消息，表现得十分愤怒，因为这种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。而俊赫想起了被打晕那晚，喝酒时对方说的话。不行，老痛。 这家深的俊赫心中对米勒的猜疑，回到家后，为了找到线索，俊赫决定安排一个人去娱乐圈当卧底，而宗勋则被安排去跟踪米勒。第二天，俊赫便带着严叔去了老板的办公室，但严叔的表现让他丢了脸，也让老板开了眼。最后，严叔被赶了出去，俊赫十分无奈，只好跟老板说出自己被追杀的事情。老板思来想去，还是答应了。此时的宗勋也顺利潜入了米勒的车中，找到了两张监控摄像照片。俊赫看着手里的照片，愈发肯定就是米勒要杀害自己，于是他准备报警。 俊赫来到约定的地点后，却被严叔吓了一跳。他疑惑严叔为何会出现在这里，而严叔则表示自己是收到俊赫的短信，才赶来的，也说明自己没有报警的原因，只是担心绑架俊赫的人对他不利。而俊赫也终于明白，袭击自己的凶手另有其人，所以他将此事告知董事长，对方也很快给俊赫介绍了一名刑警。此人便是沈警官，他会协助俊赫秘密调查遇袭事件。而另一边，俊赫的前女友是罗掌上严叔，先表明自己跟俊赼并没有分手，接着又向他打听俊赫的消息。可严叔却不小心说出两人现在在同居，是罗表面上心至急，实则已经开始酝酿阴谋。严叔很是同情他，不仅陪是罗干了3斤伏特加，回家后更是跑进俊赫房间，大骂他是渣男，这让俊赫一整个摸不着头脑。次日一早，俊赫来接严叔下班，在停车场里
俊赫去确认实情。两人来到目的地后，俊赫缓缓掀开白布，里面却是一具人偶。俊赫察觉到不对劲，看向沈警官，脑海闪现出以前遇袭的过程，终于明白他就是神秘人，而要杀害自己的人就是给自己介绍沈警官的董事长。两人开始搏斗，可俊赫明显落入下风，他将白布甩在对方脸上，然后狼狈逃窜，躲进卫生间。就在半个小时前，警察找到严叔，拿出俊赫在停车场遇袭的监控照片，可里面的凶手赫然是警官老沈，可警察根本就不认识这个同事。严叔顿感不妙，此时俊赫打电话过来，说自己面临险境，正要报出地址时，手机就没信号了。而门外的脚步声响起，俊赫赶忙躲进隔间，沈警官没有发现他的踪迹，正准备离开，俊赫长松一口气，可下一秒。此时严叔还在担心俊赫的安危，突然收到他的短信，让严叔不要报警来找自己。宗勋想报警也被严叔阻止了，然后两人根据地址来到一间废弃仓库，发现被绑着的俊赫正要上前搭救，三人就此沦为阶下囚。虽然处境不堪，但俊赫依旧呼呼大睡，宗勋则趁机表白，严叔心中不由得小鹿乱撞，俊赫也突然惊醒。两位帅哥深情告白，这让严叔忐忑不安。可到了深夜，两人却睡得一个比一个的香，严叔还在纠结要选谁，甚至都想到以后有了孩子他会不会介意有两个爸爸。次日一早，俊赫实在坐不住了，于是效仿电影里的演员，把自己肩膀上脱臼，想要就此摆脱束缚。沈警官帮他正骨，顺带敲打了他一番，随后又将事罗带来。原来他发现董事长在用俊赫的名义借高利贷，只要俊赫死了，债务便能一了百了。事罗说着说着便开始煽情，希望能跟俊赫重新开始，俊赫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原来两人当初之所以分手，是因为俊赫发现事罗出轨小白脸，事罗辩解自己只是犯了女人都会犯的错，可作为男人的俊赫怎可能接受这种说辞，更何况他早已爱上严叔了。话已至此，事罗也不装了，他解开身上的绳索，众人十分诧异，原来这一切都是他的阴谋。董事长的确用俊赫的名义借了高利贷，但真正要置俊赫于死地的人是事罗，眼见跟俊赫和好的希望破灭，他也铁了心要灭口。事罗将严叔带走，俊赫苦苦哀求，却被一脚踢开，眼睁睁看着他们离开。俊赫再一次将肩膀撞脱臼，成功摆脱束缚，带着宗勋及时出现。在导演的安排以及全体演员的配合下，两人势如猛虎，上演小学生打架，三下两除二便将一众打手悉数解决。事罗举刀威胁，俊赫劝他不要轻举妄动，而严叔过了这么多集，也终于想起自己是摔跤冠军了。三人终于逃出升天，在看守所里，俊赫原谅董事长曾犯下的错，但也就此退出娱乐圈，而宗勋成为新一代韩国顶流，接替他的位置。严叔成功从实习社畜变成转正社畜，不禁春风得意。而回到家中，俊赫早已等候多时。至此，韩剧《我在路边捡了个艺人》迎来大结局。感谢你的订阅、评论和点赞，我是杨成，说句我们下部剧见。